大家好，今天来这边找一下我表弟。我表弟在这边干活。我们新租的鱼塘啊也要马上动工了，今天来这边看一下他，他什么时候有空，有空的话就去我们那边开始把那个鱼塘整一下。这我表弟就在前面干活。这是我表弟的车，这辆车是专门运输那个挖机的。这个车停得好啊，这还一点就掉下去了。这个地方后面那几个轮子我都有点怀疑能不能起来。这个车这个轮胎啊都陷下去了。这我表弟在前面干活，现在能听到挖机的声音，咱们过去找他。今天有点冷。这我表弟在那山上干活，那个挖机在那边，找他去。这上去找他。老表，啊！现在已经到了，他是我表弟。哎，我那你这个小有空帮我去挖了两好天吧。树是我表弟挖起来的，他说把这个树挖起来，然后种到自家去。这是一棵那个野果的树，以后这上面会长那个野果子。就我表弟大年初四就开工了，一天干9个小时啊，1000多块钱。这一年要是有活干的话，干一年的话，这房子的首付就到了，就几十万。那下面就是村庄。我表弟现在没有空，他还要在这个地方干一个礼拜的活，然后我们那个水库还要过一个礼拜后才能够动工，要等我表弟把这边的活干完。他开挖机开了好多年了，别看他小，开了6、7年了。干这一行钱是挣了不少，但是我表弟现在还单身，干这一行接触的面积比较窄，很少跟女孩子接触。他天天在这个荒山野岭上面干活，所以有哪位看得上我表弟的可以联系我，我为你们牵个红线。我表弟人很好的，真的。你绕的，你绕的。这我表弟让我上去，让我来开，他在旁边指挥，我不敢。